其实比过很多家亮晶晶的鞋，他们家的水钻的铺排方式真的是最舒服的。像这个三个蝴蝶结是他们家很经典的款式。那我有另外一个颜色，就是白色的，我觉得就是非常好搭，因为它可以很衬你脚背的肤色。真的显真的好看，真的漫步在云端，好漂亮，真的。而且它的脚底就是也是那个水钻的，对，他家的那个水钻的工艺就真的很舒服，好美哦。腿又美，对呀，又来又来，我就知道，我没有紧张。意大利的摇滚鞋王，那我有很多他们家的鞋子，那这双是比较偏简单的，就是华丽里面，但是偏简单的。那一样是鸡皮的材质，然后我比较喜欢细跟，他穿这个都很合理耶。对啊，对啊，对我来讲只有美不美，没有适不适合。戴了啦，这双是你的鞋啊。对啊，还蛮大的，而且很好。他把它做成了这种几何线条的切割，然后另外呢，今年很流行这种华丽的材质，毛毛，你看它透过了马毛的不同的染色，对啊，搭一个金色的礼服，太败家了，每双都黑色的洋装都可以，这大的，对啊，你看看多可爱，好可爱，或者是你好轻哦 ，bling bling 再加上毛毛，而且呢，你看在这边。感觉就好像你戴的这种发饰，有没有？哦，卡在这个地方。对呀，毛丝绒，你看丝绒，哇，高级定制服才会出现的缝钻、缝珠，珠啊，那就这一双就够了。还有厚底粗跟，这双好美，好看哦，碎。这样是碎。如果说你平常的礼服都是下摆是有点微张开，或者有一点点蓬的这种裙子的分量的话，搭这样子的鞋子就会非常的美。今天这裤子颜色这件啊，对啊，是好好搭。或者是这种礼服的布料延伸到鞋子的呈现，像这种潮牌他们也会出的高跟鞋，很 Q 吧？很 Q。也很可爱，就大眼睛，眼睛在前面巴扎巴扎的张着，很可爱。